大模型公司如何高效获客？除了降价，还有三种玩法。第一类是线上投流和大 V 联合推广，例如 Kimi 在 B 站通过学生作业、网络热梗等素材吸引年轻用户，豆包在抖音通过短视频和直播推广 AI 助手，引导用户下载。第二类是设计有趣的玩法，通过社交媒体人传人破圈，例如秒压相机的生成写真，通1000万的全民舞王和 Red Mini 的粘土滤镜，都通过独特的玩法吸引用户自发传播，实现拉新。第三类是在社交媒体做智能体，如微博的评论罗伯特，这些智能体通过与用户互动产生广泛讨论，增加曝光率。例如 Mini Max 的星野家族和商汤的秒化小能手，都通过社交媒体互动提升品牌影响力。这三类玩法各有优势和难点。线上投流和大 V 推广成熟但容易同质化，设计有趣的玩法能以小博大但需要创意，社交媒体智能体则具备长效营销潜力，但需要摸索与平台匹配的运营方式。大模型公司通过这些创新手段，不仅能高效获客，还能在真实的交互中优化模型性能，真正实现技术与用户需求的结合，让我们期待更多 AI 大模型的普及和创新。